颗葡萄有多甜美，用尽了所有的图腾和语言描写下一个人有多想念，那又是文字是小选择。对不起，借一个纪念的瞬间，记录你离去后万语和千言瓦解，升起了慌张的蓝烟，我遗落在这孤独世界的谎言。是我太不小心了，你不要说离开我了，现在马上就结婚，我不要再让我自己失去你了，我不要。简讯和留言，说不清万分之一追悔。妈，是他，他是怎么了？哎，他在楼下，他在楼下，怎么了？啊，是他，哎呦，真吓死我了！可是他很严重的样子呢。啊，不。那是易如吗？哎，是。你给他做人工呼吸啊！不是，不是大爷，妈妈，不是你想的呀，是他，哎，在安慰我们家旭德，安慰，安慰，哎呀，安慰他，安慰。爸，你女儿打雷才放了。发誓，我先把它放下。我今天真的好害怕，我好害怕我就会失去你，我好害怕今天你就会离开我。我们也会永远永远在一起。对不起啊，那你担心。刚才你说的什么？你说那个结婚的事，如果在你冷静下来，你不想那么早结婚的话，我很确定，我很确定，我现在马上就想要跟你结婚。
今天的事情我真的吓到了，我好害怕下一秒我就会失去你，或者是你会失去我。既然我们都没有办法可以预估下一秒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那为什么要 care 什么三十岁的愿望？我现在就想要马上嫁给你，我想要当蓝太太，我想要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钟。这样的话，你就要多当一年九个月的蓝太太哦，你确定？反正你也要多当一年又九个月的杨先生啊。那就请蓝太太多多指教。蓝先生，请多多指教。